欧拉夫为什么不能打野了？为什么？没有为什么、啊，他可以打野啊。啊，他可以打。有帮你啊，帮你放视野，要吗？可以啊，那我们去打一等。对面一等很强啊、哦。你放野，你放野会比较好打线吗？会啊，那肯定会啊。但这个鱼人不在呢。他在啊，他动了。他略慢，如果直接撞起来的话，我建议等包赢，包赢。包赢吗？包赢，包赢，输不了。走，你点，碎啊！你要点哪里？你要点哪里？你也不用，不用，不用，我们自己点就好。啊，你要点的话，你就点你头上。我头上。好，点这里，点这里。动你。他到底用掉了？他 Q 弄掉了，他 Q 弄掉了。OK， 我能做的都做了，剩下自己处理。OK， 剩下看我，准备偷钱。不知道那根眼对你有帮助，那根眼对纳米很有帮助，至少他不会被勾走。先打他吧。现在没有了狂风对 AD 影响大吗？其实影响比想象中的还小，因为死的有点太快了。我准备该选阿卡丽。要低没闪我只能说被打有点太痛了，就算有狂风也活不了。我可以看，最好是在被打到之前就把对面干掉。这是星号，星号都不跟阿杰双排的原因吗？妖姬，对，我也可以了，开始。又怎么了？又怎么了？星号，星号又是什么？我还能看，我还看往这边上路没闪了，又变星号，星号啦！上路没闪了，没问题。准备处理。看来欧拉夫这一版比你有营养哎，比我有营养吗？可以拿走。你那只好像才是最没营养的，这一只就最强。我的，我们这边要打什么？这边要打我的营养。哎，人家挂了。大凯，大凯又怎么了？那星号，星号已经变成大凯了。要走，大海结婚，大海结婚一定要邀我的。我会给他一个大大的 surprise。要回家。哎、欸，这样很怪，这样。黑丢影片没出来，再一次。确定这次他就会出来吗？这该不会是很久以前的一个影片吧？啥？我可是尽力帮他的，这样不对。老甲哥，没有去。站着的。我希望他们可以慢慢推，慢慢推。You stare at the mist, and the mist stares back. 不是这样玩的，能帮一定帮到底啊！怎么老甲又怎么了？要打两个，我不知道，慢慢的。漏弹冲，长多了。没了，长多了。看，他怎么这么快？W 有附魔之带啊，而且我还有饼干呢、啊。
魔还多得很哦，还可以叠仙攻。卡利亚在招，卡利亚没，招不了。还有焦灼，舒服。1337启动，好痛哦！感觉没有很好打开。你不知道他其实会劈死你啊？对啊，他其实会劈死你。那第一波被带，第一波二打二没。哦，想吃鳟鱼片？哦哟！快挂掉了，这样会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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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半血的半血的，这样会卷地。看一下，看哦，这个妖气出来，虫虫被吃喽。不应该要去上。欸，我怎么带到爆破？点燃可以点掉那个，点燃如果可以点掉那个的话，就知道你还有爆破啊，这么爽的。欸，我带错了，不要带爆破，要带盾盾。你那一只盾几会触发哦？不会，我一直有盾，这是一直有盾啊。是哦，刷盾啊。那中间有 CD 了吗？中午有啊，但很好触发。打野在下半，好像要来吃龙欸。他们打中路好像很惨，零杠三欸。中路啊，效果。Everyone I shoot is her captor. Everyone I see is her. 定义要去搭高铁啊！上不了，连线在上，在上。我等我放血。圈应该会从后面到。怪怪的呢，怪怪的吗？嗯，赵鑫来了。听后面，来听后面滚。要走。啊，这别开打，开打，别打，开打。老贾想来偷偷的吃个龙，我往中路走走看。啊。这虫都是他们的。你都第一波虫啊，他们全都拿。尴尬。你有出门投过吗？有啊，票投韩国瑜啊。只要有空都会去投。There's a chill in the air。这什么状况？哦，那边也 shut down 了哦。那我感觉再来就是我们这边要出事咯。欸，没有在上路欸，注意哦，正南吸住他，你赶快出手啊。有啦，第三层塔皮咯，要是有虫虫都吃四层哦。啊，他们没看出来，感觉你在干扰我。你都紧缩啊，没错没错没错，
我给他双杀你。上路没大哥，大也没闪带。好想要虫虫哦，有虫虫就把塔都推光了。再吃了再吃了。好啊，狂暴利刃哦。今天打野没有蛀穿我，来了一次啊，没死。玩猫，你太棒了！哦，老贾，哦，很凶，哇！是你这样玩的吗？可以，老贾很强。没有时候可以让。哎、欸，辅助也过去了，辅助会到哦。他没被，好痛哦！欸、他有大装哎、欸，我这边他，我真的被他打死，这边他是直接把我打死，超痛。老贾为什么老贾不走？跳回去。老贾刚刚蛮狂的。啊，他直接走就赢了。人家那边走了血赚呢。对啊，为了我死。好痛哦，被打超痛，都要出魔抗了。啊，出那个 AP 搏夺、啊。那每隔一阵子会吸一口那个、啊。不是，这里。你要先出魔法。TP， 哎、欸，怎么会有人 TP 来上路啊？这是麻烦。我拉夫还出了那个板甲、欸，他说这个其实蛮强。他把我逼死喽！我还在把我为什么啊，老贾？好强！为什么要围两颗头啊？被逼死啦！跑这么快的，哎，亏了！他没闪，操作一下，他没闪，我确定。没问题，我信你。他完了，真的没闪。说他完了，让我确定他没闪。看你我哎，对。GG。哎、欸，对，他没闪，但你死了。我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但是你死了，超出我的想象。又怎么啦，正南？怎么会这样啊？你不是说你要 C 吗？怎么会变这样啊，正南？完了，乌迪尔要这个啊！不是啊，他突然回一大口啊，吓我一跳啊！欧拉夫要起飞了，没有人要处理他了。三，把我们。哎，刚才烧两下就好了。对，先不应该在那。No sunshine。先就等，然后他们后面追最过分，会眼雀没有打，不能战胜。那他打我真的很痛。哎、欸，第二条龙哎，我们控双龙哎。下路永远没见，然后中，然后他上半区不了这个。他接下来没地方啊！这个家伙怎么不跟我们换线？然后也许一打一有接到，那、啊、你就先推下塔，先把下塔点掉、哦。赵信在下不太好点喽、哦。哎、欸，好像要三三嘞。三三，你们不是包赢？三三包赢、哦。我快有踢了，我快有踢了。求你不见了、啊，你小心一点。三三的话包赢。我 TP 包赢，真的包赢，可以。他要转起来了，我有两个盾，不要卖我啊！我没卖你啊，我的枪没有停过。你不要再贴着他，哦，我的 my god， 哦，我的眼睛瞎了。正南
是他接着我。你是近战还是远程？正蓝是他贴着我。你是散弹枪吗？正蓝刚是他贴着我。是他贴着你啊？什么意思啊？为什么他可以贴着你？为什么？你的攻击力很远。他是赵信。没有逻辑耶，他贴着你是没有逻辑的，你知道吗？没有任何逻辑。我也觉得那个没什么逻辑，觉得非常的离谱。哎，老蒋跳下去又跳上来啦！不用交闪现，不用交 E， 可以贴着你，非常的离谱。哎，我来贴着欧拉夫喽！哎，打欧拉夫，打欧拉夫，他在帮他。哦，直接敲破他的头。去中路，去中路，去中路！还在吃这个，感觉可以吃哎、欸，全吃啊！我来开车，中路，先中路。哎，帝王命令嘞！他每个都在抢我的钱是怎样？我要去上路也不行，去中路也不行。这个没闪，这个没闪，这个没闪。我只能说这边开战了，会死。会死会死会死，中路站不住了，太多人了。拿走统统了吗？不是啊，你们怎么回事？你们怎么又挂了？嗯哼，这波可不关我的事哦，我是活下来咯。怎么会这样？哇，在到处乱跑哎、欸！我已经我这波，只能说对面。大刀、欸、你后面有人，你后面有人，你后面有人，打他吧！哎、欸，别这么打他，他一个人呢、欸。等一下，打他，打他，他一个人，不是，不是，哦，大球球，不是，为什么你不打他了？有啊，我在打他，他们这不是死了吗？那你一开始打他，早就死了，他已经死了。对我来说，他活下来的啦。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死人呢、啊。哎哎哎哎。哎，对，这么远还卷到我。哎，对，我再也不会玩无敌了。哎，对，没错，你说的对，无敌很好的。正南，这波赢了。是是，我没有钱了啦，我钱都被你吃走了。你哦，你不要乱讲哦，欸、我没有吃钱哦。接打，接打。我到了，我到了，开开头。欸哎、欸，可以哦！不是，不要搭车啊，宝贝！那、啊、我在哪里？我快死了！放心啊，有车啊！哎、欸，我超强的！我发现这个车应该要改掉，不能坐车，每个坐车的都会出车祸。这个撞到了，这个撞到了 ！TP TP TP， 来送的，这个来送的。这个来送的。哎，为什么没有助攻？因为我根本就还没到。优势太大了。OK。苦啊，应该直接下点男的。你不是 EW A 他就死了吗？我距离还没到啊。如果我点男的话，有机会直接拿到那个尾刀。我感觉我得去复盘这一把。你真的得好好看看。我得复盘这一把，我得认真复盘。我觉得哪里？我觉得有很多问题点可以解。这把真的是得好好看看。自动，自动，自动。对。我帮你卡前面，我带你不要卖我，我是很肉的哦，你不要一直跑、哦。放心啦、啊，我哪是跑过了？你觉得你这里的时候，差点就给我往后跑的，这个同学。就你是不要造谣。会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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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随便打随便打，看这里看这里看这里，就扁他就扁他就扁他，你不要被卷，放心啊，随便打随便打随便打，包赢，这我阿妈来都能打死他们啊，你要不要来扁他？这个欠处理，我被处理了，我能处理啊，他没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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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OK， 他没大他没大，早说。哎、欸，欧拉夫，哎、欸，操作一下，他没闪，啊、我没我啊，吃个宠，你处理，我被处理了，他好痛啊、哦，他怎么会这么痛？谁养的？谁的位置？养的，哎、欸，他其实才两个头，
啊，你是说求你哦、喔？不是啊，这个东西怎么那么硬啊？你会死啊！你不要死哎、欸！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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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真打不过，太强了红霸。哎哎哎，他没闪。OK， 他没闪。对，八楼要掉了，八楼不会掉。为什么那个？呜啊！红霸。哎，红霸现在真的是不给其他人吃哎、欸，只准打野吃是不是？啊，你可以捡啊。不知道我说这个二十分钟的红霸，二十分钟的红霸每个人都会有啊，每个人都会有啊，但我想要那九十块啊。哎呀，以前可以吃那九十块，吃炮这些九十块啊。There's a right side and a wrong side to these guns。没事啊，他没闪啦、啊，我快三剑啦、啊，快出手一下、啊。我三剑的时候大杀了。我都感觉我伤害快比你高了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你在哪里啊？你要不要处理一下这个拉夫啊？他很装哎、欸！处理他，我得先处理中线。啊、这个视野，我先帮你处理中线，我先帮你处理中线。这里有一个，来来来来，好，帮你处理。你把这一波中线布起来，我就开始处理欧拉夫。哎、欸，龙龙龙，哎、欸，这里，上面看一下上面。处理他太靠北了，他太靠北了。哎、欸，人都不在，这比太大。他没呢。没事没事，他有大也没套，直接敲死吗？定了包。可以，你们这么狂暴，我就放心了。小心求你哦。我没事啊，你照顾好自己就好，照顾好自己就好。先等我找到求女的球、欸。他被晕住了，他被晕住了。我晕到他，往前，不要怕，你就往前。放心啦、啊，求你没闪啦、啊，差点把求你给杀了。我去推中，啊，我来帮你们残了，看来八龙很强。八龙应该不强，还不你去推中。不要，我来了。求你怎么有闪呢、啊？刚卷，卷你那波还没用闪。没有啊。我要点那个中，我想要那个中台。哎，这个人想抢我钱，不行，我也觉得你不查中路的啊，你 AD 不是该吃中路的吗？这个全都要，你拿了，那不你拿了。这个、血、欸哦，我要，那失血你拿了，拿不掉，我要逃跑。哇，好爽，哇，好大一波。我要出 AP 装咯，超级爽！可以啊，感觉没人打得死你了、欸。有啊，被球你很痛啊。AD 应该打不死，球你没有闪的。我去找他。哎、欸，你怎么人不在中哦？你在哪里啊？我刚复活、啊，我刚走出来。我慌啊，推兵贼快的。这里有人。我帮你打造，你继续推吧，继续推吧，你别跑吧，我帮你打造。你直接去点那个塔，欸、那个六百五，这个没有六百五啦，四百二十五。二塔的六百五，四百二十五啦，中塔比较便宜哦、喔。有被改啊、喔？中塔本来就比较便宜哦、喔啊。是吗？我也都一样。可我才去领上路的，哎、欸，遇到赵信喽！你不要死吧，我们来推一下，你别。没有，赵信没戳了。但也不是说能打他，他们这两个盾盾人真的是很讨厌、欸。OK， 玩得好，非常讨厌这两个盾盾人。求你没闪哦。OK， 我直接贴着，那是非常好。再接着。欸、他没关系，他的每一波 R 都只捡我一个，超痛的。哎、欸，欧拉夫回来了，该有。你觉得他能秀我们吗？理论上是不行，除非你不要，除非你走到他的脸上。我现在滑上去，你觉得会怎么样？我会按，我会发起左拳。
我要是直接划他脸，说不定两败俱伤哦。你那会直接，我会直接发起。哎，他冲进来了！哎，那、啊、你怎么真的不见了？对，他真的冲进来。没事啊，他们要死光了。哎、欸，打他，打他！哎、欸，我这里这一个。嗯，因为全部都在右边。啊哈哈！哭啊！他直接闪现给我一斧头啦！被偷到啊！被偷到就也不会怎么样啊。你觉得我的速度会比你高吗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哎、欸，不好说，你在上面洗伤害。我那我哎、欸，我的三条路哎、欸，我还 TP 救你。我在下路这个无情吃塔皮，我只能说我逆康特还救你，我已经准备。OK， 来看输，来看输出完结，来，我猜我会赢，开，卡住了啦，来开大还是小？来开，开，哦，我多多了吧？一点点而已，哼，多多了，忽略不计。这就是杜西恩。OK， 我要封印这一只英雄。承受伤害有什么好看的？我先装杯水。你到底什么状况啦？输出到底什么状况？不是，输出，那你要把都是输出，还有。他比对面高了。看这一把怎么回事？你这种状况，你输出，对对对，挂金举啊！挂金举才会打更多嘛，他都不动了，没有逻辑，没有逻，没有逻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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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看到哦，他都操。好啊，这把不演啦、啊、刚刚都是聊天室一直在聊天哦，没有办法、哦。OK， 你认真一把好不好？我想看一把认真的你，认真一把。是聊天室在聊天的，我就把它编掉。好嘞，我帮你，我来一把刀。来，你把他们都。来一把刀。给你一把刀。好，我打字，我打字，你给我把刀，我打字。可以。阿红一号。等等，就来一首《恶意失温》给大家瞧瞧，那个是真的恐怖，地上一团一团的。恶意飞机有搞头吗？好像有听人说过蛮强的，但我没看人玩过。正南，你遇过了吗？恶意飞机？没有哎、欸，恶意飞机感觉超烂的。感觉一点用都没有，每颗飞弹都带一坨，我感觉一点用都没有，感觉还是恶意大嘴厉害一点啊。恶意迷你哦，哎哎哎，出事了出事了，这里有人，赶紧撤退！完了，开影！哎、欸，完了！什么？没死没？哦，我没死哎、欸！哇，运气不错哎、欸！中部没闪。你怎么那个、啊、我都不敢念啊，哇傻，他这样没死，我也是没有想到的，时光老头，哎、欸、屌虐赢了吧，舒服，时光老头要回家了、啊、但我的血很低。那你二打一啊？瑞娜打可以出恶意吗？可以吧？恶意匿名。嗯，恶意匿名，哎、欸，听起来超强哎、欸。CD 超快、欸，开大招人。
开大全场烧，走。喂，跟恶意死哥一样猛啊！现在匿名已经是不出恶意就已经蛮强了，再出无敌，大招都不用 CD 了。他都没闪，哈哈哈哈哈哈哈！好，大爷来了，快跑！这我把大爷再上几分钟，没事，我要溜了。打一波交换哦。很赚很赚，我们再被越掉那可就不赚了。哎、欸、没事，不会被越掉吧？被掉吧，去吧。Need you help！交换的啥？交换的对面的野区啊！命中都没闪。啊！他被人接到两个炸弹了。虽然也是没机会杀。有可能以后可以被小九。下板会加强。恶意鳄鱼，哎、欸，恶意鳄鱼听起来很有想法哎、欸。OK， 单杀，走。怎么说 ？IQ 恶意鳄鱼，观众推荐。恶意鳄鱼感觉选出来，家人会很伟大。我有一种感觉啦，但我也不确定，是我有这种感觉。恶意无敌尔。恶意无敌的感觉有那么点，一直烧，那个大绝应该算一直烧，算吧。那大绝那么，感觉跟那个跟安妮的熊一样算呢。嘿，结束，单杀啦，真难。我单杀两次喽，你没在看这么，没在看呢。他肯定有在看啊，我下路也狠狠的双杀，差点。你有双杀吗？差点现在000呢。只能说还在发育啊，两边鞋子都掏出来了。你后期英雄啊，你后期。他现在大嘴出什么？现在大嘴啊，跟以前差不多吧。你有没有出过临界点？我这把想试试看临界点啊。卢卡，陨落临界点海妖吧，或者陨落临界点。他辅助在上路哎、欸，我们前队在上啊，这都没注意到。哎、欸，啊，这样我们还一直，我们还一只虫都没有啊？他们先到了。我也不知道他们在偷偷。开城，然后两近的交出，选角城开有虫，是吧、啊？那个一只都没有，还怎么五超？开玩笑，班主。虫虫也没有那么重要了，是吧？虫虫对 AD 来说
还是有差啦，可以吃到塔皮耶、欸！快回来啊，米里奥！吉林东过去又回来喽！能吃到就能吃到，只是他快跟慢。萤幕会一直闪，那就是代表你准备要更换萤幕喽。啊，你知道打野在哪里吗？我不知道，哎，在下。对啊。好像不会死。哎、欸，不见了、哦，他又不见了、哦。那个人是他不会那么快到上吧？不是说他刚才在叫吗？对啊，但。他应该是也不会怎么样。他差不多爆掉了，这边爆一局，稳稳的下路又救了这个辅助一次，再把爆赢这边。哎呦，都铁也在哦，铁在左上角哦。嗯，我觉得我们的血量略危险。你刚是没看到他吗？看得到。对啊，先死的一定是米油。你刚开始往前走，你确定你有看到吗？先死的一定是米油。如果米里油死了，我就不会死。我刚刚那边一定要让米里欧直接闯开，然后你只要站得够远，你们两个一起走也不会都闯开。没有啊，说不定可以杀前面那个。先顾好自己。看到了，还是依然向前。很离谱，是米里欧还要往前，我能后退吗？哎，你这把要恶意了没啊？不买那个装吧，那装超烂的啦。不能买啦，没人用、啊。真的不能买吗？观众说很强哎、欸，你现在在质疑观众，虽然我也觉得他们蛮烂的。这句话不是我讲的哦，观众。哎、欸，虫虫出了，要再吃虫虫。来，你们吃啊。下路开始走了。开始走了是走到哪里？是刚回补吗？啊，刚 recall， 我要开始点下塔了。啊，我们走是来不及的，他们三速线、啊。你们点啊，你们点啊，没关系。哎 ，AD 没过去，那只有辅助过去哦。我去看一下。哎，他们在吃啊，他妈吃六虫。哎，他们哎，哎呦，好屌哦！哦，好强哦！鬼子大夫，可以哦，拿到虫了、哦。对，那边居然被中路暴打，可以高速回家。哎、欸，怎么死了？你怎么回事？不是我这样回家比较快哦。你吃塔皮单挑输嘞，吃塔皮，然后再把兵吃光，然后直接被防御塔单杀嘞，怎么回事？单杀啦。我故意死的，是吗？超高速 recall， 不然被禁狙死了。我了解，我没把兵吃光，我没把兵吃光，我现在能九十几刀。OK， 啊，关真的很缺母，还是这里要出二一？你试试看啊，说不定观众没有在坑你。我是不。不行啊，太浪费钱。那个布去买别的，要2800给什么？40点 CD， 那给大局。真的要出吗？
你出啦，我保你啊，这一把。九，我包赢了。九魔，我不太香。这把我包赢局、欸。哎、欸，虫、okay. 虫我们全拿了，这么爽啊、喔！没有没有，少三条，三条第三前三条是他们的、啊。那我说这三条竟然能全拿，我以为一条都没有了。一定有啊！三波怎么？快回来呀、啊，米欧！杰哥，为什么？好、啊，杰哥你也死了。给杰哥死！哎、欸，他怎么突然转目标？这样没死。杰哥这样没死，杰哥应该没死吧？但是他不见了，不知道跑去哪里了。光速绕吧，不要绕吧，炸到他哦！他只用大刀。我活下来嘞！好，我很猛，我这都活下来了。要求不一样，这男的把这么稳啊？没想到我能活下来，怎么死定了？再吃个炸弹。好吃。中路塔皮吃到饱了，我下路也是塔皮大放送啊。他们应该会有 TP 眼吧？没有 TP 哦，两边上路都没有 TP。OK， 十四分了，好想换线哦。你能正常对就不掉换了。我是能正常啊，但杰哥开始不正常了。但他中路在爆啊。哇，他这个怎么都不痛啊？这个维克特作弊哦、啊！我真的给他伤害住。这个打野怎么一直在这啊？出现压着对面打的。OK， 只是下路人略多。来了来了，维克特来了。OK， double Q， 就是 CQ 就没有 CQ 了 ，CQ 就没有了。OK， 倒了，海底多。OK， 结束，来看我输出，来，根本我猜三千，我根本就还没玩到。我猜三千。我猜六千五，我猜六千五，我不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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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感觉六千五左右，我不信，我不信，我不信。来，你看，我盲猜六千左右，差不多，差不多接近，是不是？这么多吗？那当然差不多，四八八零。那个小路怎么回事？小路坏掉了，那小路就只在下路啊。这上来转两圈，然后再上去送头，哎，下来转两圈，再上去送头。他生气了是不是？他生气了是不是？嗯。怎么躺？还没到团战、啊，对面下路也还没到团战啊，就两边下路在互看嘛。感觉我该开始抓宝了，我的能量用完了，你要自己处理。我慌啊！我很稀啊。你可以现杀对面吗？我怎么可能看你现杀？你要处理一下。现杀哦，现杀那得选一个现杀角哎、欸。谁算现杀角 ？OK， 来了，萨米拉。
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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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只不要那只 ，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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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好，我帮你选好不好？我选一只啊。好啦，滑板鞋啦，开杀了啦！现在 AD 生态到底长什么样？就是选前期杀人的、啊，然后跟刺客拼杀，跟刺客拼杀、哦，拼杀、啊，不然能怎么办？哪一只 AD 可以跟刺客拼？就路仙那些、啊，你就蹦他两枪嘛，啊，他没死，他就过来杀你嘛。这看谁先出手是不是？看谁先动手啊？动手先，哎、欸，感觉要五打五哎、欸，可以吗？就哎、偏难点。哇、哦，我觉得随便一点。真假？啊、反正遇到问题我先走。哎、欸，李欣不在、欸，四打五胜率更低喽。I wonder what they think. 不会，包赢包赢，真的包赢。发的晕两个，我晕四个，啊你练啊你狙一个，立马练一个，结束。走。OK， 等等一个钩子出来，我觉得就结束了。不会，相信我，绝对不会。对啊，一个抽钩出来，我一定走。可能不可能？那我回家了，再见。丢了，感觉就在我们家里耶。不可能吧？我觉得高几率。我已经走了。那布朗为什么要回家？布朗假装 recall。对啊，刚刚那一把啊，下路还没玩到就结束了，我也没办法。那把我巨肥，哎、欸，哇他好强哦，这个角度都能定到，这个晕也太强了吧，确实有点意思。作弊，他那个晕叫什么？夸张，但他要被勾到了，他死了吗？这次大概是真的死了，他这样我有点尴尬了。这对面上路也死。闪现坏掉啊！闪现也得死啊！都被勾到了。没事啊，巴德就扛着啊，扛到游走啊。你再扛一下、啊，扛到他可以跑线就 OK 啦。Art requires a certain cruelty. What you? 弟弟。哦，今天的正南很顺哦。真的很顺哦，感觉你以后要多请我吃饭呢，都会很顺呢。感觉是我跟你双排，你就很顺呢，有没有那种感觉？是吗？嗯，还是我有压力？我有一个这个强大的 buff， 我感觉是一个超级 buff 机耶。这是 buff 还是底 buff 啊？我可以直接把对面的下路处理干净。相信巴德，来开门，可以，神奇旅程。This is my call。什么时代了，还在平 A 法洛斯哎？不好吧？满足，要满足。谁啦？谁开枪了啦？精英 S。哎，杀了吧。哎，你要杀是杀了，但不是我的头。不是你的头，是一偏。哈哈哈哈！不是我的头，真的蛮奇怪的。他那点燃这样还能伪造？我死了，他还在上啊！我死啦！辅助也不见了、啊。还有闪现啊！再见。
哇，他把炮车关在后面了，好卑鄙啊！这派奇，给打野名声，希望你不要。I am misunderstood。放心啦，下路都现杀了，巴德要开始跑线了，我要开始挂机了。不是一打二吗？我这是什么一打二啊？这不行、啊。我在塔下一直走位，一直走位吗？我在塔下闻经验哦，巴德可以跑线哦，其他路要二打一喽。但是不是一直游走就一打二吗？他会去带打野来救我的。遇到巴德的时候就是相信巴德了，这个组合就是相信巴德可以在别路杀穿。No flash, no flash。发射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。越上越上越上。My clients。你扛一下，差不多要被越了。没问题啊。选成这个组合，我就已经有心理准备了，我就是要闻到这两只经验值。可以可以可以，巴德压力给满。哎，鬼子游走哦。鬼子我再挂一下，感觉就差不多了。先划一下，你先划一下那个，你先划一下手游，现在刷一下。现在不用动，我那就等啊，我那就等啊，等巴德，等巴德就回来了，然后带队友回来了。对啊，你就等啊，就打不吃啊。They are puppets。我也不用打不吃了，要美魔了，神殿魔，等巴德回来。They dance。那派奇不由走了，他现在问号已经被队友拼烂了。他差不多已经他差不多已经要挂完了。对，你要看我赢他多少次烟。你要看我扛了多久呢？嘿嘿，那真的很强。真的是很难吃兵啊，这个。哎、欸，可以可以可以，他们要上了，他们要上了，冲啊冲啊！行嘞、欸，哎、欸，要出事嘞、欸，哦，好惨。哎、欸欸，你的小兵一直不见。我小兵一直被他们吃掉。就来了，这里完了，好近况，我慌啊！哎、欸，不会死，走喽！现在躲在这啊！哇！The ecstasy of the killer。哇，还好，虽然他六等了，但没把我们杀光。对啊，我要去中路嘞！上错车啦，搭错车，搭错车站啦！My critics are usually short-lived。他那进化，进化要解派奇的环啊，不然早就被他环死了。那个超环的，75%。其实我觉得带治愈应该是破鬼步比较强吧。不是阿里一家、你被勾到，你被勾到不就代表你一定会？没啊，救了我两次命呢、欸。哎、欸，都过去了、哦。啊，单杀，要走啦、欸、你怎么不喊单杀？啊，我已经杀五次啦，六次。感觉要一直喊呢、欸。我这里也准备单杀啦。还在下档呢，这个体量。那我再单杀一次好不好？可以，哎、欸，又一个上去了，悲哀哦！随便打，随便打，随便打，来几个打几个，杀他，杀他，杀他！是啊，有我给你上 buff 了，你别怕哦，我兄弟都过去了。真的假的？全都到了，全都到了，兄弟都就位了。好、哦，都就位了，就位了，兄弟们都回来了。感觉这个血量要再杀一次哎、欸，感觉再操作一次。阿里已经上去了、哦，他没大、啊，他没大、啊。我是不确定你能不能操作阿里啊。
一定可以。哎，他大罗已经死可以住了，随便玩。我这 buff 给你拉满，你不要死呢。当然啦，你看我 KDA， 我 KDA 比你还漂亮。不能 TP 冰了，还没十分钟。哎、欸，那你去哪里？为什么你在上路？不是应该在下路吗？我在中路啊。AP 勒布朗那一波去下路之后，他就不把线还我了。他下去之后，感觉那两个很好杀，他就不再回来了。然后我这样。把他杀这个，刷赛了，你们追很深哦，很棒，发得一个片，发得一个鬼，多一个人，很多奇妙旅程哈、哦，没错，被奇妙的骗了，奇妙旅程有点便宜，法路斯也受不了了，换来中了。算了，输了。无情吃兵，说啥？我无情御影啊！控物件拿塔皮。我们是六条虫吗？四条，四条虫啊！啊 ！QQ， 哎、欸。No poet's words could match my craft。 哎，好像可以打哎、欸。哦，好晕！烦死了！这就是这个组合的最完美打法，一直帮他跑线。那你就该这些辅助该跑线的就去跑线，我跟这个 AD 都单挑，我就压在他的脸上。怪的你。分，你做对面的 AD 啊、哦，他确实在躺分啊。这一版就这样啊，如果我没杀到，就是躺分了。一起洗兵啊！伤害有人来跟我太多，有人来跟我输。两个在上，一个回家。辅助可能过去了、哦。啊靠呗！哇，多砍啊！算了，给他吧，多砍了一下。怕失误，哎、欸，他要狙你。哎、欸，巴德帮你挡、欸，巴德人超好。哎、欸，巴德很强哎、欸。哎、欸，巴德真的很强，巴德真的很强。可是他真的很懂这个组合。哎、欸，哇，他又晕两个。哎、欸，他真的很强哎、欸，他比……啊，没事。哎、欸，你先别说，你这样破坏队伍的感情是不是？没有啊，没有，我没说什么，他比我的巴德还强啊！啊，对啊，他比你巴德还强啊！对啊，比我巴德还强，他玩的真的很强。我没说什么，哎、欸，是你自己想错了吧？他说比我的巴，我说比我的巴德强。我也是觉得比你巴德还强啊！我这跟你巴德配确实不行，对，没那个感觉。我又不玩巴德，有为什么？对啊。那你刚刚讲到哪里去？刚刚怎么感觉？对啊，我是说你的巴德真的不行啊，确实，我也觉得不太好。This performance needs more zazz。刚刚这个惊人神秘女神，技能真的还蛮准，蛮屌的。他的运箭都好神。在好时期地方，哎、欸，你中路没啥问题、啊。哎、欸，我们都来了，我们都来了。哦，老李！哎、欸，踢他，就点他。Bang！ 我狙击五秒后可以支援你。两秒，一秒，好了，狙击手准备就位。
里面有一只，里面有一只，狙、欸、到了。哎、欸，巴德为什么？巴德被你暗杀了！救命救命救命！他要别我了。要救的吗？两个没闪啊！再见了 ，say goodbye， 再见。I can't live without you. 感觉不该买这个，不该买这个智慧木，该买什么灵界的？智慧默认现在蛮适合斗士的吧，二十点韧性的、欸。Yes， 可是感觉也又有点收缩。这一场不太这么多 CC 的话，哎、欸，我要 TP 下路了，回答问题，奇妙旅程。可以，有够奇妙！投了，投了，投了！结束，结束 ，end。灵界点配甲克修，灵界点配甲克修很强吗？听起来是陨落灵界点甲克修。陨落好像对你那只还是蛮强的，一定很强、啊。我这只本来就要出啊。然后看输出啊，看输出就知道谁在混嘛。确实，我不忍心看，我会心痛。我觉得你这把作用已经很大了，你让那个巴德一直游走，这最大的。我让那个巴德走，那个巴德玩得很开心。你的功用已经完成了，你扛好啊，你扛好啊，扛好也是一种那个、啊。太奇怪，真的太奇怪了，真的奇怪，真的。那个输出感觉少一个零。巴德一直跑，为什么他跑的比你还多啊？他有这么，他怎么那么痛啦、啊？他哪来的伤害啊？什么意思啊？排到了、啊，不是啊？刚刚那场，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能干嘛。啊！就上路杀一杀，中路杀一杀，啊！巴德跑一跑，我在中路变变啊！你得我出锅，我只是看到对面是两个 AP， 我想要出。哎、欸，我刚刚怎么找不到斯温可以买啊？斯温现在停售了是不是？你还是你已经有了、啊？他在中路、啊、没有啊？你打 SW， 你打 SW，SW 刚刚没有啊？边角的时候有啊，但刚刚没有啊。看我这个角色，来，你再看。你边你两块边完就可以直接查了。等一下我在想要奔谁啊？拉布朗，拉布朗，边勒布朗啊，边勒布朗啊，这狗脚，这狗脚，没有，这一版后面会被改啊。我今天如果没有后面有耐战力版本的耐战力版本，那个时候平 A 的蛮爽的。哎、欸，要帮你们抢野吗？还是不用？不用，完全没差。那、啊、管他的五打五，五打五，五打五，不管不管不管。啊，五打五，五打五，走。每把都五打五的，赞啦！露露跟你可配，露露跟你可还有得配的，他隐身大的，谁被勾？我吗？我会死。你被勾你就默默。来啦，不怕啦，来啦，我在惊啦，惊啦。AD 会飞，我告诉你啊，对面这个 AD 也是玩 poke 的。哎，看到了。我走碎啦，赚一个附魔之带，我再赚一个附魔之带，赚。别海，那些马铃薯烂肉，其实没有到很虚了，因为我耗的魔有点多。啊，他去复制小兵，这样吃比较快，是不是？啊，普攻速度会那个，普攻速度会变快，好细哦。我这都被 counter 啊，你这把他出手哎、欸，我会出手啊，我 poke 慢慢出手 counter。但我只能说，露露也是被派系 counter 的，希望他等不要被勾走。那我们有谁是 counter？、欸、对，我被勾走了。
哦。你死了吗？我没死，但我没闪了。快！出来！出来！出来！你就去后面流星了。流星前面没那么厉害啊。流星前面不厉害吗？如果只有我一个流星，不怎么厉害啊。哦。咚，十五滴。什么啊？派奇一等蹲点，很卑鄙啊！但我们这样有打野速度上的优势。最后你不是帮开？我们帮开哦，帮开没放眼。哎，还是那个眼被拍掉了。没有，没放啊！你们不是一开始抢？没有。啊！他被抓到哎、欸！我不能救他呀！再不能，这一部真的神作，大家一定要记得去看。他没闪，加油，痛扁他一顿。哇、哦，玩得好！还有吗？地板。不会吧，你要回家，不行啊，你不能回家。跟 JJ 排回家，我们下路要玩完啊。单杀。好了。这个组合打这样不错了啦，再撑一下过对线起就开始爽了。啊啊！我点，得好痛！啊！这怎么这么痛啊？他一直老点，这边后点，哇！你要一开始上去，还是其他？我要越他、欸，他这个屁事。好啊，我的炮车。对啊对啊，是不要让他打死。哭啊！刚刚那一下还没打死他，怎么技能都没有？对啊，但反正那边就贴那个炮车，我看到。太奇跑了一波。我觉得你滑太快，我觉得你可以。太奇可能要去虫虫哦。因为这个是先不是。虫虫有眼，虫虫有先锋，有那个核蟹。他在中路吧？那个炮车在应该没啥问题啊。他不是走，他后面走炮车后面。直接开始吃塔皮。追他，追他。滑的过程中会想吃光。然后就。好啊，露露怎么走啦？露露你怎么啦？为什么要卖我啊？把他叫回去啊！算了，卖了就卖到底吧，你走吧。啊，真不了了。啊靠啊！啊他跟玩个包他那个，真不了哭啊！他去插个眼也走太远了吧？但他可以帮我们拿到三只虫虫。真没想到在吃了，只要拿下这三只虫，那我们还是赚。我看过四辅助装的套路啊，还没看过哎、欸。刚好看到一个影片，听说蛮屌的，四件辅助装，安达，大傻。虫虫会怎么用？打塔有真实伤害。那个主要是在拿到八龙之后会超级强。然后前面可以蹭塔皮。他走了。Yeah.
far enough. Come on. 太奇往下了，没错，我要没命了。等一下，波声有点不同步，调一下。等一下，中上也赢很多。我跟露露努力在撑呢、啊，再被勾到就是一尸两命了、啊。撑住就行，没被赢。还好，露露撑住了，但我要 cover 他撤退了。啊，你可再往下走。配这个东西要怎么吃线啊？你们怎么残呢、啊？我都。惨到不行哎、欸，根本就走不出门啊！哦，几乎玩不了哎、欸，那个打皮，那个太惨，没有游戏玩。可以啊，骗的好啊，他以为真的是露露啊！他以为那是露露啊，他以为那是露露啊，勾走，终于勾到鬼喽，勾到鬼喽！你不要跟他打的。怎么办，宝贝？他一等只有鸟。成这样好了。他都没死。哇，完蛋了！哇，被反杀，烂了！哇，这么漂亮的大哎、欸！喂 ，CD 写的吗？应该是不太需要，保命就好了。开打哦，又来大夫了，为什么我五秒后我二十秒后有事看来是吧，踢不了，有喽哇，一滴血，对啊，我以为他会救不了你，我也不知道啊，怎么办，这边打起来了，你也不是救不了我，我根本就没打起来，这边打起来了，你后面打起来了，我在看喽，完了根本打不过哎、欸，完全被当儿子在踢，意思。露露又出现了，他又来假装露露了，可以哦。所以你只要演露露，派奇就会把你勾走，非常好，非常好的选择。这就是一个最好的配合，但他可能发现了，他在那边躲，高几率是发现了啦。早就知道了嘛，是一次只能骗一次啊，人是不会被骗的，人是不会被骗两次的吗？哎，露露，真的露露要被勾走了，我不要来 game 上哎，不然你们下，不然下面也没办法。我推完这一波，我去陪你们吃虫虫，他们去拼虫了。我们也越不了这个，算了，啊，不然吃塔皮好了。能杀他了，完蛋啦，被抓包了。这个快乐吃皮环节。他怎么？他怎么走过来了？哇，卡里啊！哎、欸，他不是 ？Oh my god！ 完了，炸！哎、欸，派奇也在，快点可以！假的露露啊！我觉得假的露露暂时不在。我觉得这游戏很……哎、欸，反杀！哎、欸，反杀！可以。哎、欸，对，哇！早知道玩那个刀妹，要不要扛？宙斯怎么了？我也不知道宙斯怎么了。
换线了，换线了，换线了！太好了，我终于可以脱离这个陆路了。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我发现这个中路也吃不了兵嘞、欸。我跑得掉，那你去哪里可以吃兵？我可以吃兵啊！我来到中路，我就可以吃兵了、啊。要不要多吃一点，吃饱一点？我吃饱一点了，太不饱了。其实我两个头过得不差啦，我那两个还是 shut down。吃饱一点，吃饱一点。我们要越，我们要一直 gain 上才行，不然没有节奏。你只要让他一直变成露露，我感觉就会一直成功。你把巨龙放。他们去吃龙了，他们去吃龙了。嗯，逼他让他回去。赶快越他，赶快越他，这是我们，他是我们的突破口。开大，直接开大。哦耶，三百元。我点掉上塔了，再撑一下。可以啊，中塔 hold 得住啊。哎呀，你有种 A 我啊。露露不开个大。路也没有很想活着、啊，他、啊、怎么下路也死了？这是什么东西？哦 ，TP 有没有机会啊 ？TP 哦，很难杀他、啊，他有大、啊。算了，不会。哎，那个抓子，看这好强！哎，活这也太快了。断掉。等一下。他掉。有头蛇维尔哥。好了，对啊，就是三块。别去再上。好啊，阿卡丽现在真的猛啊！阿卡丽现在伤害越厉害的，而且他那一个神装还没出来。他怎么会出这一件？就是让他不是。我等你。再见了，中塔。露露去游龙了。有游到吗？差一点。游到了，感觉。游到了。哎，派血下去了。点塔，点塔了，快点塔。维尔哥在中路。哎、欸，给我个盾啊！维尔哥要下去咯，还要下去咯，维尔哥要来了，维尔哥要来了，怎么办？人家全死了哎、欸！放心，兄弟们，我也要来了，在这里。变动物豪啊！阿斯来了，快点！对啊，可以。哎、欸，他那样是会斩到你的吗？算在里面的伤害吗？算了，我刚刚没开圈。哦。哎、欸，你最后不是有开吗？啊、他在圈里面哦、啊。哦，对哦，他在圈里面会打到我，在圈里的伤害都。我说，如果他从外面躲进去的话嘞，你说派一个还是？就派奇跟威尔哥啊这种。不会，派克不算，但威尔哥应该会算。哦，这样下塔会断。哎、欸，白痴，直接下塔就没了，白痴哦！给啦，不然就是中塔要没啦。好、哦，有六百五。我们等这个 Nico 找机会啦。我也可以找机会啊，等我。Nico 开五个比较好机会啊。哎、欸，捡到！哎、欸，推到了！哦，推到了，漂亮！反杀了，翻到了。哎、nice 欸，还好，及时赶到，穿云箭，不用 TP 就。为什么露露一个人在走路？
露露是可以自己一个人走，露露不行啊，啊露露找不到他可以帮的目标。露露现在有点迷茫，他没有闪啦，我是不是要死了？嗯，全都下去了，好像不一定会死。换一个，可以啊，先。哎，我建议露露就跟着你。哎，就不多来了，能不能救一下？我在跑了，我在跑了。哎，他鬼之片，他鬼之片。哎，他屌片，他屌片。他走掉了，他骗到了，他骗到了。可是好像这个位置也救不了他，应该还是会死。理论上他还是，他应该是活不下来。那他可以拖。他突然开始，他怎么投降钮出现了？稳住啊！不会这个、啊、投降钮，这是正常，不是该出现的吗？这是不太应该出现的。你、欸、来个 B 计划，你直接去点中塔，我在你后面啊，给他勾。不是，那你也等露露出来。相信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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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露露跟着你。不是阿卡，你会直接秒我。你先等露露出来，你就等露露出来。好，我等你，我等你。啊，你哎、欸，他没闪，他没闪。好，可以推，可以推。哎，推推推推推。你说 B 计划是让我去送头，是不是？没错，没错，没错。你在 R 他，你在 R 那个 R 那 AD 对吧？你等等我啊，我 R 久的嘞。有了，兄弟们都来了。他没下了。哎、欸，完了！炮兵出事了，出事了！阿伯，出事了，出事了，出事了！哎、欸，操作一下，操作一下，帮挡一下！哎、欸，不是被挡掉了！天、啊，那为什么不是 EQ？ 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你有哎、欸，你操作哎、欸，好走吧！有，不然我也要被阿卡丽挂死了，好感动！滚蛋！要是刚有啊，真的要是刚有啊，哎、欸，我打到不知道谁嘞，阿卡丽，哇，鬼推，哎、欸，操作，哎、欸、你哎、欸、你 A 了他，哎、欸、我快有 T 了，我快有 T 了，五秒，撑一下，我 TP 有 TP 有 TP， 你要 TP， 点掉这个中塔，你要这个中塔，要点掉，啊，点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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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，来一个中塔，不然这中塔一直卡在，哎、欸，有人要撞山喽，有人要撞山喽，我感觉到喽，你要不要先 recall 啊，你要不要先 recall， 我可以走啊。你守，我想说把他打掉了。有人上车了，有人上车了。哎、欸，他会开的，绝对不能捋耶。他会开的，他会开的。是啊，他会送头哎。我打那个好不好？打后面那个吧。变动物、啊。哇，他直接把我砰砰砰砰往上飞走了。碰啊，碰碰碰碰人。不是，为什么不变动物啊？意思啊？这里 OK， 他两下就不，我敢贴他，我也没有很贴他，我离他还是有段距离的。啊，离他！完了，我还没有那个，你还没有圈圈，我还没有那个雷电，不然全杀了。我雷电，你也要雷电？少一个人啊，就少一个皮亚娜，皮亚娜不在啊。两个一直扫他，他在哪里？对，他杀掉一个，他在了，他说不定还能挣扎一下，在变潮，啊是，啊是，找一个基亚娜，哦，那刚刚这波下来，露露直接动物就他就死了，直接动物就杀了，爆发就已经够，尴尬。算了，我好像不能帮你啊！你自己活啦，我去杀后排。我自己活啊！你冲进去啊！我会帮你射后排啊！我会保护这个露露啊！如果保得住他的话，我要看状况啊。他帮我加速，冲进去也回。他帮我加速，他都不给我大绝的、啊，每次都不给我大绝。他乖乖的去变动物啦，给我大招，乖乖的给我大绝。哎、欸，感觉要去中路抢哎、欸，
得抢了线了。我没有 TP， 都没动啊，那么 CV 啊？我已经造了，他们没动。但现在这个野区十分的危险。哇，他是纳神之牙要求。不是完美位置。哎，露露，快变！好啊，能走了。哎，这位置被卡烂了，这位置被卡烂了。那个，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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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他被电送了。对面这个飞进来了，我挺你，会救到我。我挺你到底。哎，随便杀，随便杀，巴龙吗？能杀吗？可以。哎，那怎么？哎，不行，巴龙不能巴龙，不能巴龙，不能巴，杀也不够，杀也不够。基本上我就是你背后的一个超级宠物，超级。你看我没扣过血，而且我一直在输出，感觉你要再推波线，你再推波线，你再推波线。哎，我在吃，我在吃。等一下去，等一下去龙，等一下去龙。我就是那种氪金道具，你懂吗？去龙，去龙，你等下推完直接去龙，你去右边踩 C， 你就去拉剑。哎，要吃龙，要吃。你就被拉剑吧，你就被拉剑吧，你不要回哦。对，我准备来看看呐、啊。前哭2000块，有点痛苦。没事没事没事，感觉得打。哦，还是不能打，我不确定。亚娜能不能到个位置啊？我得看视野好不好？这里有个人，感觉只能偷呢。亚娜位置还不错吧？他在正面哦。哎、欸，但阿凯丽进来会结束哎、欸，还是打他看走啦，吃了吧？你们吃了，可能真的是没事没事，阿凯丽干掉，漂亮漂亮漂亮，我鬼进场，哎、欸，有变道变道了变道了，阿凯丽就在烟雾里，看我，他想飞我，我帮你我帮你我帮你，好再见，杀了我杀了我杀，往你我往前你往前你不要冲啊！冲啊冲啊冲啊！给他勾，点中他。他不敢勾我啦！哎、啊、呀，你回家吧。带他回家。有点把中路这一波给吃了。你去吃吧。我逛街，我把阿凯丽整个拉走了，他整个会战都来找我。我要是站在那边，我直接跟尼可一起被阿凯丽干掉。你这个凯撒每次都打到尼可脸上，对，他很故意的，他是看到尼可跳起来，他每一波都打到他脸上，每一波，蛮屌，还蛮神奇。还没看一下我们，一样往中。我现在就只怕这个阿卡丽了，其他人感觉都是怕他。哎、欸，他会变动物了，他现在会都会变动物。对，他现在终于知道了，加速是没有用的。那个阿德，往前踩，往前踩，不要怕，不要怕，不要，就往前。对面的 poke 很猛哦，没事没事没事，就往前。可以，你就往前。这里有人，这里有人，这里有人。我跟他互 poke。他变小 B 了，看一下他。来了哦，来了来了，给他一个机会。闪现 ，OK， 撞死。可以，就是这样打 ，nice！ 拿下来，一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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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结束，结束 ，GG，GG， 世界冠军 ，GG，MSA 冠军，哎呀，这到底什么状况啊？干的 JJ 项目怎么会长这样子啊？我下路还能长这个样子，多屌了！露露长这样，我能长这样哎、欸。啊，你应该会赢这个蒂亚娜的输出，相信。露露长那样，我长这样哎、欸。啊，看输出啊，看输出、啊。各种资源。露露玩的不错。
啊，这把我感觉稳稳的、啊。哎、欸，这把输出，这把输出巨猛，巨猛，巨猛，真的巨猛。我这个经济转化量真的巨猛，不吃钱，不吃钱又打伤害。你拿多少钱？其实你还蛮多钱，你一万一。我好像就是拿了那些、啊、后面的钱，后面有省到一些。确实，你后面拿应该拿到小刀，那我觉得那凯撒有点离谱，要细看一下。你想细品那个凯撒、啊？要细品的。凯撒，你说什么每一步都可以叫到尼克的阿萨？我觉得就是最大的关键就是他在巴龙下面被尼克阿到。那波就是整個遊戲的，你知道他为什么被R到？他自己R进来的、欸，他是自己R到尼克的R。但我那波想说啊，完了，尼克好像只R到一。我也觉得完了，我也觉得完了。他飞起来就哇，稳了！哎、欸，对，赶快买斯。我只能说离谱，我只能说离谱，很离谱。会吗？可是法洛斯不也陨落？现在破甲的比较多啦。哎、啊，不然攻速，哎、啊，攻速的不是也在陨落回缩？攻速的也只能那样了，还是出海妖？哎、欸，有出海妖的，其实也有出海妖的。快点，打一等。哎、欸，海妖临界点是会很强吧？太贵了，临界点要一个1300，会出不了那個。哦，你说 BF， 你说会卡 BF？ 没错，但是这装备的总价格没有到很。装备的总价格还行。哎、啊，他怎么突然转弯啦？是可以的吗？他回转了，是可以说转弯就转弯的吗？他直接右转哎、欸，就他直接回转。我要经验。这雷刚执行嘞？可以。还帮你放野吗？我可以帮你放哎、欸。不用啊，不用啊，这组我不用啊。什么嘞？那我绕开。为什么、啊、这个派奇到底要去哪里啊？最后一把喽，这把要走了。这把要不完美的 ND 喽？没错，必须要有个完美 ND。检举的，没错，完美的邻居敲门检举，叫警察 ending。嘿嘿，还是你先去敲他的。可以了。感觉要跳他的、欸，他那个闷球那个很凶。你先敲他，然后再躲起来。要吗？不要。啊！好啦，对面的治疗直接交了。这派奇怎么不 A 到底啦？双刀跑呢？怎么那么痛？这角色做坏了，他直接克死。他直接克死。警察来了，警察来了，好像也不会怎么样吧？就是这种，好像。噪音类的都是不处理吧，当作没看到啊，当作没看到啊，那个根本就处理不了啊。哎、欸，他直接往中路走了，白痴。但是那个分相对比较，他是，哇，那边好狠，下面，哇，他直接跑线了、哦，这么狠啊！哇，他不当的，啊，不会。我也护不了，你也不当人啊，吃了塔皮啊，有人还gank我们呢，太早了。我放到一，操作慢。而且要克水了，没有。噪音又没有办法，他就只能良性劝导，大家当个好邻居。应该玩。那这把可以出四魂，我是觉得我没有很大声啊，有在听我实况的都知道，我这里就是 ASMR， 瑞拉克斯图实力品。好啊，派起来了。
艾克来啦，哎、欸，可以哦，能换哦。三枪，我靠，三枪，好强，好强。三枪很猛吗？三枪。三枪还能打吗？三枪。哦，尴尬了，会死哦！完了！那派奇下一个隐形是关键，他没有啊，他没有 E 了。哇，三枪很强，三枪，给他三枪。改呀！不要搞我！哎，不要搞我！可以啊，这样就对了。玩这一只好难杀他哦！你想杀阿贝啊？应该玩纳尔，还是你应该玩滑板鞋？滑板鞋好像被 ban 了。你刚刚阻止我玩那一只英雄。滑板鞋比饭还好杀他、啊。没有，饭比较强，饭都比滑板。他一个手。AD 没炸，挠痒痒啊，滑步。哎、欸，完了，怎么痛啊？冰球。痛！哎呀，爆！没炸，没炸。是有办法吗？暂时。那一只，我觉得我可以压过去。哎、欸，靠背，再一个，上杀，现杀喽，阿 Z， 亚本地打派奇，派奇就是一个对线会很爽，等等过了对线期就很不爽的角色。哪会过对线期就是游走啊，他是巴德啊，他是跟上一就跟上一场那个派奇一样啊。在瞎游、啊，上一场那个好像就没游成功，只能说我限制他成功了。给他一剑，这舍波比刚刚露露也要多了，角色性质就不同。你看我都是同一只角色，同一个玩法。啊完了，出事了，阿波，好几塔下了。阿贝把你单杀啊！阿贝不要抛到塔下去了，太强了阿贝。那个抛塔下好痛哦。塔怎么那么强？那塔单杀了。防御塔单杀我。痛。不能这样跳进去，跳进去。先给他一剑。中路哎，他不睡，他没事。到了点了。一个闪。那你就没了。不行啊，三枪你也不行啊。他想试试看呗。不好，真的不好，真的不好，真的不好。三枪死了 ，GG 了吗？有点危险。三枪也死了，怎么办呢？我们可能还要被越。伤害啊！没有伤害啊！这个阿贝什么伤害啊？什么意思啊？你好像被他单杀嘞！不会啊，三枪去帮你啦！我算得很准哦，他没有伤，他没有闪，没那个。只是追不到他，我没有鞋子，我点鞋子，不然有鞋子应该他根本就溜了。
出来准备杀人。谁在偷偷拉票？他断我！劝你们是不要欧北来哦，尊重一下法律哦，强力谴责这种行为。尊重我这边建议，先把订阅跟抖内给我。哎，我也要。他这一距离2500订阅就差最后一步了。欸，我也要，我也要，我也要！大家一起帮阿 J 做最后的冲刺，好不好？这里有人，这里有人，这里有人。欸，全斩嘞！好像是派奇哦，这就是派奇。怎么那么强？这一个人。英雄飞起来游龙啊！大应该。I do not forgive。希望永远不要进会战，我们就保持这个局势。然后赶快结束他。哎，我操！对面，对面都不对线，好夸张哦！可以，我们就这样一直偷偷的抽奖。这边放心，这边杀了。还好啦，微痛。啊，好可惜，没晕到三个人。哇，没晕到那个，太可惜。啊，虫虫有一半被吃走了。对啊，他们一直来乱啊，他们都不吃兵，他们都不吃，他们都不吃兵，一直打架。啊，吃兵的人是69只啊。对啊，他们都不吃兵的啊，他就一直跑来跑。啊，这有点怪，有点怪。跟你想象这个画面不太一样，很危险嘞，这样很危险嘞。不行嘞，三枪不来，感觉我们会输嘞。三枪快倒了。哇，好帅！这把要买智慧木，两个 AP。哎、欸，那个八，那个跑慢跑不就不见了？那我建议是不要冲动。他已经疯掉了。我个人所能做到的建议，就是大家先不要冲动，先发育阵。对。让我把下塔拆了。不用发育，开点，直接开点啊，上路。我把下路点光光了，一定没血了。有没有艾克的位置、啊？艾克刚刚最后在下路踩眼，现在应该 recall 了。看到没？啊，出现在我脸上了。好，我再点。我帮你找到他位置了，请把二塔点了。可能点不掉哦。你刚刚发现了一个雷霆毒老鼠玩法 ，AP 的，那感觉是辅助在玩的呢。或者说有那个装，感觉谁都能玩呢。这装备真的很厉害，这难单杀嘞，多少单杀？浪费一个。为什么你刚刚不先 Q 啊？感觉你先 Q 不到啊 ，Q 不到啊，那 Q 不到吗 ？Q 不到，被抛的时候会。现在这里了，应该两个都毁了吧？我就不信这个路线敢单人蹲我，有种就出来。应该没那个胆子。点掉我的塔喽！可以再多蹲一步。
哦，又过去了一年，又过去一年了吗？这么快吗？麦当劳，他在干嘛？新的一年才刚要开始、欸，我穿越了是不是？待了异世界了。敢问今夕是何年？哎、欸，三枪双杀嘞！三枪很强哎、欸，他是鬼。那、啊、你在哪里啊？他不在双杀，你怎么在走路？我在吃冰啊。冰还没到嘞，在吃。他们在双杀，你在吃冰，感觉不太……啊、当然了、啊，就是他们在野区双杀了，不关我的事哦。觉得不合理，不在我的管辖范围内。我觉得不合理，我觉得他们在双杀，你在吃。我关心，但不介入。OK， 那我能接受。回家。好、啊、了，我去下路了、啊。渣的，去吧。他们阿泰不要怎么渣、哦？这边龙五，这边马姆在。我们到了二零一三。好、啊，快到了，快到了。这边有什么招？这边有什么招？全招啊！我怎么知道？我根本没看到。我刚就关心，真的没介入哦。哦，这闪现有点意思。好，就你这样斩他，他应该是没招。然后他在按，他在旅偷，他在按 B， 他没有动。没闪会中哦。破甲剑呢，其实比看到的还要大一点，那个是会中。完了，我1000块，世界冠军打野尬的 JJ、欸。如果我是世界冠军打野，我那个纪录片会做的比 Ambition 还长。对吗？应该要比他长很多。我感觉 S15得有一首我的主题曲。可是今年是 S14。啊，不是啊，冠军之后要 S15才有主题曲啊。啊，对哈。被打脸。OK， 不让你吃炮车，好。你就看到一个跳稻草人跳出来，然后把那个 Faker 竖着嘞，竖着嘞，然后夺冠。他会从这个伊泽瑞尔应该会有牙扣隔膜，慢慢的变成稻草人。啊，没治疗到他，再见了。可以救我吗？我可以。治疗给到，没有给到，但是你死了。再会。可他没死，啊，这全死了。有三枪来了，三枪来了，三枪打得过他吗？哇哇哇！随便打。他们直接这样打我，到底是？啊、三枪是什么伤害啊？他们怎么那么痛？他装备也是爬爬一坨啊！啊，不过现在物理致命真的很厉害啊！因为他现在不叫物理致命了，他现在叫物理穿透。我去上。其实我不知道从哪一版开始就没有分了吧，还是这一版开始才没分的，一直都有分、啊。就以前有一版就已经没分了，不是现在是真的没分哦。这怎么加回去？就不知道那哪一版的时候有没分过，13点多少忘记了。CDR 现在是少啊。黑装吧。
推推推，带你带，不能带了、啊，什么都没有了，已经带光光了。这也怪可以，也是物理穿透，不是，我是说改成叫物理致命之后，它有一个版本还是物理穿透的效果，就是不随等级的。好，谢谢。他怎么没有人家起床？因为我要来咯，飞走了，为什么？倒逼比出金的，跑跑快！哎、欸，三枪要死了，我操！可以追踪，可能可以打，先把他打起来。没等到，哇，好可惜。好，勾的好哎、欸，他把我背进去嘞，他内鬼、欸。哈哈哈！他把我丢进去杀队友哎、欸。有内鬼，有内鬼，东子交易。你原本你还过不了那个墙哎、欸，当然我原本过不去、欸，他把我抛进去嘞、欸。误穿雷趴树，不知道以前就有固定误穿哦。有一个版本，它改叫物理致命，然后它给比较高的物理致命，然后把它变成会成长的误穿哦。游龙，来请游，我治疗。死了，没给到。有给到？没有，没有。阿弟！哎，别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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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没有给到、啊，怎么可能啊？你要记得你要什么？我不会讲解，没有啊，那就代表你们根本就不知道有物理致命这个东西而已。我的吃兵数很浮夸、欸，你有发现吗？224只哦，你把谁的吃了、啊？把你们的全吃了。哎、欸，来来这里，来这里，来这里。你好像踢的有点远呢、欸。没有。在三等。哎、欸，他在下面哦。啊，不行嘞，他要吃八龙。就是以前物理致命写的十的时候，算是旧版的固定物穿写六左右。如果在低等级的话，但现在的不是，现在的物理致命就是固定物穿。哎，你要在外面，你要在外面，没问题啊，放心啦、啊，你以为我阿丁哦？就怕不是我讲的。哎，我要打这个阿波。怎么穿过的、啊？我要他怎么穿过去的，我也不懂。为什么、啊？没有逻辑，那个穿过去。他刚突然隐形了嘞，他刚开挂、欸啊。真的真的是穿过去啊，他的。哎、欸，我要。对，我要。我建议你拉救一下，救一下。不是，你冲进去一直很。你冲进去一直很救一下，很难救哎、欸。没人在扛塔、啊。这边有柔一，我跟派奇都偏难啊，除非三枪来救他。我们扛塔我就活下来了。可恶，他们能扛塔，我是一定精神上支持你的。看到了，超级要命！我怎么死那么多次啊？该怎么不救呢？不顺路呢？我是尽力在救啊！我连大招都帮你下了。哎、欸，我信你。哎、欸，你要救他、欸。
欸，他们会战真的很强哦。我感觉我们进入到一个送头的画面。我建议是不能再搞了，他们会战是真的很强哦，派奇会越来越没用啊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三枪人都没有来？三枪人都没有打。我跟柔一也是越来越没用的哦。没问题。就三枪人会越来越强，我也会越来越强。推下吧，他们稍后再收兵。这能点掉吗？只有阿普。可以开点。哎、欸！哦！为什么会死啊？哎、欸！我怎么死的、啊？他不是被定住了吗？他有雷电吗？哎、欸，没事啊，你太多了、啊欸，哭啊、欸！你不能再大叫了，十二点了，结束了，放心啦、啊，听不到啊。我觉得里面听不到，外面听不到。我游龙，啊，你们怎么全死光了？他还敲门了吗？是我不在哦，刚不是我。哎、啊，你怎么回事？我怎么你死啦？不是，他直接一下我就死了，我有什么办法？一下两千多，怎么可能两千多？呀、啊，你要去重播我最后一波，我最后一波玩的太好了，你要去重播。不是，我最后一波直接定住一个，哇，然后再啊后面五个，终于秀了一把，你在攻啥小？我他妈今天这么秀，还有、啊、你今天这么突出哦。你看我战机，我今天这么细哦。你看我战机，九五十二四六零，你确实这个是有点突出啊。哎、欸，我跟三枪伤害也差不多哎、欸，我肯定突出。原来这三枪根本没打多少，三枪都在刷，他们都不打仗。好啦，我要走了，再会了。差不多了，拜拜，收工了，再会。爸爸，我要关了。那就走，爸爸，不然等等就是警察把我们抓走了。爸爸，不然警察要来了，真的要爸爸，不然警察要来了，警察来敲门了。爸爸，散会。哎、欸，警察敲门不会敲到我这一间的，我在最里面的。那他啊，我们全部都得出去啊，白痴说，再把我们全部叫出去啊，别急。哪会？你们堵住门口，说我不在哦。我会把你里面没人哦，里面直接没人哦。我会去找你，我会去找你。我会说是这个人，我会说是你。没有没有，里面这间没有人。你刚刚说里面是储物间，没有没有，我会把你找出来，我会把你找出来。你找不到我，哎，来就快六西服喽。啊，散会，散会。啊，警察，警察也不会进来吧？特哥，特哥不是守的吗？那时候他就进去啊，白痴哦！你在说什么、啊？有吗？没啦，有啦，他有开门进去啊。啊就，他开门问了解一下情况嘛，就没有什么状况啊。啊就很麻烦啊，警察就跑过来了，不然就这样。啊就很正常嘛。宿舍随时出现警察是正常的吗？我觉得蛮正常的、啊。大家认识久了，以后、啊、他就不会常来了嘛。你看特哥也是认识久了，特哥后来也是跟警察认识久了，就我都叫他多来几次，他就不会来了。他多来几次，可能他就发现，其实我们也没有很吵。那他多跑好几趟哎、欸，他已经他那个、欸、我们是那个 VIP 名单哎、欸、啊，又接到投诉，又是这一家。又是这一家啊，就没有很吵啊，就真的没有很吵啊，就真的没有很大声。我就真的没有很大声啊。来聊天。好啦，我这边要收工了，再会。我已经低烂他了。我只能说我今天很 carry， 感觉你也请我再吃一次饭。哎，感觉我今天也是稀烂的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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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的输出
你的输出我真的很怀疑，我真的怀疑你的输出到底是真的输出吗？为什么你的技可以打3700啊？到底怎么？